喂，點啊？點啊？最近點啊？點解你今日嚟呢度嘅？係咯，點解嘅？我哋送外賣，送外賣。加底嗰錢？加底32唔加底嗰錢？34嗰度。唔加底喎，加底。真係外賣仔啊！Tiger， 我 Eden。Tiger 細個嘅係幾？Tiger 細個，細個1歲。唔係，幾個月？同你同係幾個月？幾個月？喂，你好快喎、啊！而家係咩？唔係我係，總之佢問咩，我係咪都撳？撳咗先，再講。九月八，處女座。一路係慢咗定唔識啊？咩啊？你係慢咗定唔識啊？九月啊嘛，九月八啊嘛。是但五首歌 ，One and All， ASAP。Reflection， yeah， 破鏡，背叛，啊，背叛啊，系，啊，你真的要用我用那个台湾的女生怎么？我真的要用国语回答的，对，怎么这么突然？不是，哎，你刚刚的问题是，我觉得台湾的女生都蛮，就我觉得不是说男女生啊，就台湾的人其实都蛮亲切的，可能在香港的话，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很紧迫。没有台湾人的那么的热情的感觉，对，所以我觉得。台湾腔我听到。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看台湾的东西嘛，就是台湾腔很重。你喜欢罗志祥？对。罗志祥叫来听一听呗。我没听过的唱，所以你给。我金牌我。啊。没有。来，唱两句。来。对你说100个理由，败给你一个笑容。入咗行之后，反而就唔系话有太多。機會去適異性或者點樣，因為一嚟冇乜咩時間，二嚟都擔心各種嘅情況，我覺得係即係以免俾人哋有誤會啊。所以我就係想拍一隻咁樣嘅 MV， 唱一隻咁樣嘅歌，喺入邊話俾大家聽，其實啊一個 artist 拍拖係冇乜嘢嘅，唔會話真係咁冇自由咁樣，但係就係可以喺 MV 入邊拍下，滿足下自己嘅幻想。我覺得跟圖講得啱嘅，就係一定會有啲顧忌同埋有啲唔方便嘅地方。就算是譬如出街或者跟普通朋友出街或者怎麼都好都會顧慮很多，畢竟大家一出到街可能就會有大部分的朋友認得我們。因為講情侶兩性關係，好像很多另一半都會做一些背叛另一半的行為，其實我自己以前都經歷過的，但是過了他的事。我不想發發嚇，仲翻去，仲翻去，翻去嘅俾啲意見係得嘅，瞓到去覺都好難啊，都唔到自己揀啊，瞓覺嘅。乜嘢最 charm 係邊一點令到咁多女仔中意你？唔出聲，會唔會有啲女仔中意人唔出聲咧？多啲相信自己咯，即係自己覺得自己想做嘅事，就可能要堅持一下去做好佢。好佩服當時的自己，哇！原來當初在一個咁樣嘅賽制之下，都一直好彩地有入到後啊，咁樣覺得真係一件好辛苦嘅事情。唔好做呢啲，特登做呢嘢冇必要，你 keep 翻平時咁咪得咯。你其實你就咁喺度唱喺度電人已經直入40㗎啦，我覺得你做咗呢啲咧，就可能喺歌門口走嘅。咁如果又好似上次咁樣咧？即我可以做好多次上次咁樣，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唔好，冇乜意思。你做花瓶唔可以做曬，咁你而家咁當你啱啱咁嘅表現嘅時候，你就係靠樣啦。你明唔明啊 ？OK， 你叫我哋再嚟一次都唔知叮叮順咁樣。完咗決賽嗰下，你真係喺個台度玩唔再玩。佢即刻喺後台即刻攞住勁多嘢喺度食，捧住勁多嘢。合照嘅時候，大家後台合照，我都係攞住個雞髀。跟住合照